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今天经文是记载在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，已经要读第一节到第十二节。帖撒罗尼书 前书第四章第一节。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，劝你们，你们既然受了我的教训，知道该怎样行，可以讨神的喜悦，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。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遵守守着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不放纵私欲的闲情，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。第六节，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，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。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，又切切嘱咐你们的，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，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。第九节，论到弟兄们相爱，不用人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，叫你们彼此相爱。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，但我劝弟兄们更加勉励，又要立志做安静人，办自己的事，亲手做工。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，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，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和接听他话的人。现在我们请本堂的周匡威传道来证道，他今天要证道题目是男人当办的事。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又可以跟大家分享信息，跟前后左右的先打个招呼说真高兴看到你，真的很高兴看到大家主日聚集在主的爱中一起领受神的话。那今天我选的这个题目听起来比较特别，叫男人当办的事。那我要先澄清一下， 我不是觉得我自己很像男人很厉害，所以要来教大家一些什么东西。好，那我希望是我们大家一起从圣经的话语中学习。那特别有一些姐妹你可能看啊，今天要讲的是男人的信息啊，那跟我没有关系的，我是女人嘛，也不是这个样子。你生命中总有一些男人，特别是还没有结婚的姐妹，我希望今天的信息也可以帮助你来看说啊，原来属神的男人应该要有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些品格。你在找对象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好一点的筛选的方向。那对于已经有了已经结婚了甚至有儿子 的妇女们，那更好，你要好好的来看说教会圣经如何帮助你的婚姻的关系，你要如何成全你身旁这个男人，并且教养你的儿子。那其实今天我会这个礼拜准备这个题目是有一个点，是因为我在台湾的新闻上面看到一个杀八岁女童的这个割喉的案件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，就是有一个男的，他29岁没有工作，然后可能他是这样讲，他说他觉得人生没有盼望，然后他想要自杀，可是又不敢，所以他只好去犯案，然后请法院请法律判他死刑，这样他就可以死了。然后最近新闻最新说是他讲到他说他现在可能他觉得关个10年或20年就可以出来。然后他也跟记者讲说，哎呀，我觉得我在监狱里面吃的比在外面还好，每天的菜色都不一样。这个新闻让我看到说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什么样的人啊？一个29岁的大男人，你会去做这种事情？你不要命了？我想，你真的这么想死？你不会去找个什么那种什么流氓啊，或者是那种拳馆，然后你说我要去踢馆，然后跟人家打个败仗，甚至你去报效国家嘛，去当兵去打仗嘛，去跟伊斯兰国打仗嘛，去小学里面杀一个女童，这算什么男人？然后我就也看到
最近也不是最近，其实在过去的这几年，印度啊，对妇女的这种强暴、强奸的案件是非常多的，非常层出不穷，而且越演越烈。然后从可能只是个人或是怎么样，会演变成集团啊，然后真的是很多很夸张的，然后强奸之后把他杀掉，或者等等等等等等，结果。他们在这些法官他们在审问的时候，这些犯人毫无悔改之心，他们觉得说是这些女生有问题，如果是品性端正的女性，九点就应该回家，怎么会九点还在街上晃呢？你们这边有没有哪些姐妹是九点了还没有回家？他们在他们眼中你是品性不端正的女性，然后他们觉得你品性不端正或是怎么样，那就合法合理的可以对你做出这样子的事情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些男人怎么搞？然后那个审判他们的官员还讲说：“哎呀，如果我们印度遏制不了这种强暴的这种案件，那我们妇女就改变心态，你们去享受吧。”不开玩笑，这是新闻上面写什么啊？有这种官员有病？什么样的男人会去做这样的事情？做这种？欺负比你弱小的人，不管你有什么样的不满，让这个本来是神赏赐给男性的一个力量、一个荣耀的这个象征，成为一个欺凌、伤害别人的工具。而另外一方面，除了这种错用男人权威、错用力量的案件以外，网络上却弥漫一股阉割男子气概的一个风潮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年轻网络叫做那种伪娘，伪就是虚伪的伪，娘就是那个姑娘的那个娘，这是个男生哦，打扮的比女生还要妖娇美丽，不讲我不一定看得出来。那如果你有，我有参加，就是我有一直以来在一个年轻人的网站上面。然后大概两年前开始，我突然间发现当中有个社团急速的串起，就是这种伪娘相关的社团。然后这些男生就彼此分享大家怎么样把打扮女装的照片啊，然后分享在当中，然后分享说哪一个化妆品涂起来比较好啊，然后怎么样用睫毛让你眼睛看起来更大一点点点点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奇怪。但是很多的还在发育中的青少年，这些网络上是可以上去的，所以迷惑他们，让他们觉得说，甚至很多我们知道那种现在一些同性恋团体，他们在讲说，小孩子啊，其实他出生是什么性别，是你怎么样教育他的，你告诉他他是男生，他就是男生；你告诉他是女生，他就是女生，或者是说，是哦，他可以有自己的选择，他要当男生就当男生。像他们就会讲说，哎呀，这个是上帝做开的一个玩笑，上帝放错，把我的灵魂放在错的身体里面。OK， 那这是现在一个很在发展的一个这种言论跟影响。而同时，其实，在教会里面，教会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整体来讲也是女性的信徒居多，所以很多的事工啊，我们少了冒险，少了勇气，少了挑战，少了良性竞争，少了一些让男性的特质可以发挥、可以享受的机会。所以教会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注重是内在的关怀啊、心灵的医治啊、感动啊、关怀的分享啊，那导致其实很多教会的男生他们会觉得说：“哎，为什么来教会就一定是这么的感性，这么的哭哭啼啼的？”怎么会都是这个样子？不是说男人流泪不好，而是说是不是少了一些什么，是给男性的特质有发挥跟可以成长的机会。那最后是在家庭里面，很多的家庭，他们父亲的缺席也导致这个男孩没有地方学怎么做男人。这些父亲可能有家庭暴力的现象。有外遇的现象，没有不好的习惯，赌博、酗酒，婚姻破碎，甚至好一点的是一直很忙，忙到没
没有时间跟你的小孩在一起。好了，无论是什么原因，他的小孩可能领受到的是一个错误的男人形象，所以导致男生更不知道怎么做男人。我觉得这些都让我们看到所谓的男子气概 manhood 男性的这个形象，其实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不断的被仇敌刻意针对性的攻击跟击打，就是要让男人变不像男人，就是要让男人没有身为男人应该有的样子，一再的破坏。那我希望今天借针对这个议题啊，我们用圣经的角度来看看，什么是男人当有的样子、当办的事。那教会因着这样的现象，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回应？好啊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。今天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一到十二节。那它小标题上面写的是说讨神喜悦的生活。那开头他就讲说，所以弟兄们，你们应该要如何讨神喜悦。那在主要我把它看成了三个大段，还有讲到三个部分是保罗劝诫这些弟兄，特别是男性。就是这些信徒，特别是男性的信徒，他们应该要如何行？那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这边看，那由我来为大家读。第三节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，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。下一页。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，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，正如我们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。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我们成为什么？圣洁。好，那所以这前面这么多节的经文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圣洁。那特别强调了身体上面的圣洁。好，那我们要知道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是在马其顿那附近的一家教会，一间教会，它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很深，而并且当时是在罗马政府统治之下。那其实对于行淫这件事情啊，他们在文化上、在法律上其实是相对宽松的哦，没有，除非你是什么当场捉奸在床，然后这个抓到的人又非常的很坚持要判刑，他们才会把这个行淫的那个对象处死。否则，其实到处都弥漫着，可能会去找妓女，或者是有一些婚外情等等这样子的现象，在当时是见怪不怪的。所以保罗他特别跟这些男性已经是信主了，已经在教会里面的时候，他跟他们讲说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今天你们已经属于神了。你们要在身体上面保守你的圣洁，不要去沾染这些外邦人做的事情，因为这才是神对婚姻、对性的一个正确的观念。那圣洁严格说起来，其实它就叫做代表有清楚的界限，有分别。我们常常会讲说，我们要把自己分别为什么？分别为圣。就是分别出来，我这边有一个小图，它叫 set apart， 让自己跟那些污秽的、不属神的、不对的事情是分开的，是 pure。我们在讲说圣洁、纯净，都是在讲。你看，你说一瓶水很干净，就代表它里面没有其他的杂质，所以圣洁就是一个没有杂质的，依照神的话语把这些不属神的分开。那如果一个男人呢、你能够在身体这件事情上面持守圣洁的话，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人他是有能力约束自己的行为、自己的欲念还有思想。我们当中很多的男人，我也是当中之一，我们都知道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你同意吗？我知道你太太在旁边，你不敢同意。没有关系，真的是这个样子。常常
会有很多的 challenge， 会有很多的试探在我们脑海里面，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哇，看到这个火辣的女生 Carl's Jr. 的广告，然后你脑中出现什么？就是你自己想什么啊？就是像这样子的东西。那如果在这么多的试探、这么多的 challenge 当中，这个男人他还可以守住，那其实他真的是，你可以看他是一个能够守约的人。他是有信用，他可以 keep 他的 promise， 自己可以信赖。我曾经认识一个企业家，他在公司有个座右铭是：如果我的员工外遇，不管他是什么职位，马上 fire， 永不录用。说为什么呢？只不过这个跟工作上有什么关系？不是。他说，当这个人连婚约都可以背叛，他有什么东西是会背叛？这是这个企业家的一个观念。我觉得蛮有道理。所以如果你能够持守身体上面的圣洁，特别这个命令是因着神的关系，在当时在政府在一般的风俗没有这样的要求，你还愿意这样去做，那这个人是不容易的。好，那下一页特别讲到这个小三啊，这个外遇对于男人甚至他以后建立的家庭的伤害真是非常大。上个礼拜我有机会去圣保罗参加一个我太太好朋友的婚礼，那当中遇到了一个很久没见面的一个好朋友，然后我就有这个机会说，他请我吃饭，我就跟他聊天，跟他聊，结果反正聊到什么事情我忘记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其实我跟我爸爸关系不好。我说什么？真的吗？我认识你十几年了，我一直以为你们家里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，家里是非常父女啊，这种关系是非常好。他说，其实当我知道你刚传道人的时候，我就很想跟你讲，其实在多少多少年前，在我念大学的时候，十几年前，我父亲有外遇，并且被我抓到，然后他从此无法原谅我。他是一个姐妹，我就说啊，真的吗？我从来不知道，中途我也看不起家庭吃过饭来干嘛？他说，其实我根本都不跟我爸讲话。关系因为没有办法持守的圣洁破坏到如今，他说 他一直想要跟我讲，希望我可以给他做一些协助，帮助他走出这个阴影，他又一直不敢讲。那或许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是有真的这种 physical 外遇的事情，可是我们每一个男性，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，我们也常常面对网络色情的挑战。下一页，大家知道这个男人是谁？他是美国有名的一个喜剧演员，以前是打 football， 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前途。不是重点，不是他的肌肉，是他衣服上面写的几个字有点小，他写说 "porn kills love"， 色情影片会杀，会消灭你的爱。那我之前有机会跟一些弟兄，已经结婚的弟兄，他们跟我讲说，我只要看过网络上的色情的影片，我马上隔天甚至刚看完，我就跟我太太的关系马上不好，是这样子。后来我自己想一想，真的会，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这是一个很 spiritual 的东西，就好像当你在。耶稣讲，在脑中你行淫了，你就已经是犯了奸淫，就已经好像跟别的女人怎么样怎么样。虽然 physical 没有，是 it kills love piece by piece 一点一点。你看越多，你对你太太的爱越坚持。如果你有结婚，知道我在说什么。然后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，这个东西试探真的很大。如何祷告主帮助我们一起来在这世上得胜，保守我们身体的圣洁，心灵的圣洁。好，下一页。第二个大部分要讲到的是爱，说论到弟兄们相爱，不用人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，叫你们彼此相爱。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写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。那这边讲这个相爱是说，把基督徒看成是一个整体的大的一个 family 的家庭，
我们彼此应该要像家人一样的相爱扶持。不管你曾经是你是外邦人也好，是犹太人也好，是在哪里聚会也好，我们都看你是一家人，帮助彼此的需要。哪一些人能够扶持他？他说这是弟兄们，你们称为主的信徒应该要做的事情。那对于爱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有一个爱的篇章，讲的非常的清楚，那是我自己很喜欢，所以说我把它背起来。那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你可以把它背起来，没有那么难背。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把这一段经文一起把它念过去？请。
别人的依靠，而不是去依靠人。男人，阿妹吗？真的是这样。那我不是说女生就一定要去依靠人，女生就不能够坚强，不是，这也是好。女生你应该独立，你有自己的这个能力，这都是好。我要讲的是说，对于男人呐、这个渴望是异常的强烈。从什么点可以看得出来呢？其实我们在这种俗语上常常会讲到说，这个男人啊是一个浪费，是一个没骨气的家伙，是一个吃软饭，你没出息。这些话是针对女生还是男生？男生，女生听到的感觉跟男生听到的感觉，可能那个深度有很深很深的差。哪一个男人可以忍受这样子被人家羞辱，被人家说：“哎呀，你是一个靠别人的，是一个吃软饭的。”我相信没有。我们都希望自己是强壮，是可以成为太太的支持，成为家里的这个领导，家里的支柱。哦，那我自己是男人，我知道就是这个渴望是特别强烈的。哦，我在这边跟这些弟兄讲，你要好好的做你该做的事情，把你该承担的责任承担起来，安静做，一直做安静的，亲手做工，做你该做的事情。这个讲起来很简单，其实我觉得这是最难的。代表什么？代表你要在所有的小事情上面承担责任，代表你需要强迫你自己去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，不再是随心所欲的，我现在想怎样怎样，想要干嘛就干嘛，而是说这些事我应该要做，我就强迫我自己去做。特别对我们当中的年轻人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你要一直学习的功课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不想要面对生命中一些小小小小的事情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做周报真的很痛苦。因为它是很小很小的事情，可是我就在教会服事，过去这两年，每个礼拜做，每个礼拜做，就是我不想做，可是这责任已经托付给我，就需要做。我相信学生你有这样的责任，在工作的岗位上面你有这样的责任，我们都在面对小事情，在小事上能够忠心，才能够被神托付更大的事情。好，那。我觉得这三点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清楚讲到，劝告弟兄们啊，你应该怎么做？我们复习一下，第一个讲到的是什么？身体上面要圣洁，身体跟心里要圣洁，分别为圣。第二个讲到的是你要可以去爱，彼此相爱，爱你周遭的人，关怀他们的需要，牺牲自己。最后一个讲到的是。好好的承担责任，做你该做的事情，是都是这样子教，都讲得很好啊。这常常啊，不是知不知道的问题。我相信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，谁不知道该做的事情？谁不知道要去爱身旁的人？谁不知道要牺牲自己？这样才，谁不知道这样才 man 呢？可是常常我们是知道却做不到。下一页，而只有基督是重塑男子气概的关键。我想这绝对是不合圣经的话，但就是基督才是重塑男子气概的关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正像我刚刚讲，不是我们不想做，不是我们做不到，男人都想要做到。是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是在那个“我真是苦啊”的这个光景当中，在罗马书七章。这边讲到说，我也知道，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怎么样，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而做；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。下一点，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之后，便有恶与我同在，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。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抹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
觉得保罗写真是太好了，怎么讲？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？你们难道不知道不该看不该看的东西吗？知道，还是控制不了。看完之后觉得好痛苦，不知道要做出合神心意的事吗？知道啊，但是做不到。很多时候男人就在这些难关当中，一个一个被仇敌击倒，因为我们知道却做不到，是因为我们本来是创按着神的形象创造的，我们心里知道渴慕这属神美好的光景是怎么样。下一页。但是当我们的祖先亚当在伊甸园里被赶出去犯了这样的罪之后，我们就一直在跟这个罪的律征战，我们就断开了神的关系，你就没有办法恢复那个本来男人荣美荣耀的形象。好，那我有一个，最近我在准备一些跟男人相关的一个课题的时候，当中有一个老师他讲到说，一个这个次序的问题，他说神创造的时候啊，他的次序应该是神创造的男人，男人之后才女人，之后他再来这个万物是在他们之下的下管，这是一个权柄的次序。可是当蛇来到男人跟女人中间的时候，他把这整个次序颠倒，他以一个受造物，以动物的形象来蛊惑女人，让女人去影响男人，到最后背弃了神，整个顺序就被打翻过来。我觉得哇，真的是这样，讲得非常好。多少的时候，我们是让这其他的东西凌驾在我自己身为男人的这个位分，甚至是在神的之上？多少这个次序是颠倒？当我们失落了跟神的关系，顺序就变成这个样子。而为什么只有基督是重塑男子气概的形象？因为只有福音可以让我们重新成为新造的人，让我们回复神儿女身份。下一页是什么？给大家看一个短短的影片，这是我刚才讲的，在预备这个男性课程的时候取材的一本书，它叫《Manhood Restored by Gospel》，可以看一下。因为真的是没有耶稣，我们失落男人本来的形象。因为从外部的律法，我们刚刚讲，你要怎样，你要这样，你要这样，你要圣洁啊，你要怎么去爱啊，从外部去要求是简单的，但是常常是令人失望，是令人做不到。因为唯有福音可以帮助我们从内而外有一个生命的改变，重新连接在创造我们神的身上，断开这些我们原生家庭，断开这些我们残留我们的罪，断开这个世界的文化潮流，回到上帝的面前，来看看男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。下一页。耶稣他自己在世上的这一段年日，更是活出了一个男人可以学习的榜样。我自己稍微的整理一下，耶稣是一个愿意为了真理，为真理站立而付出代价的人。他为了坚持神所给他的托付，他可以，他愿意在圣殿把这些不合神心意的人赶出去。你要知道，那人摊子不是一摊两摊，是很多人，而且许许多多人，他们在这些事情上习以为常。耶稣知道这是不对的，他不怕人的压力，他要去做这样的事情。耶稣也是一个花时间跟父神祷告、亲近神的人。我常常看到圣经里面，耶稣退到橄榄山去，耶稣一个人退到山上，耶稣独自祷告的时候如何如何。耶稣也是一个用爱心说诚实话的人。他当彼得所做的是不合神心的时候，他就跟他讲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”他不会因为他是跟他亲近的人，是他的大弟子，就讲情面，把该做的、该说的事情要做。面对十字架这条路，虽然知道有痛苦，还是要往前走。这个讲到这个东西，我有一个小小的一个
案例哦。前几天我家睡房和卧室的一个镜子掉下来打破，破的满地都是。然后我们地又是地毯，就很讨厌，就先把大片的这个玻璃的镜片剪好，然后玻璃剪好之后装在袋子里，顺便丢掉。接下来呢，就要拿吸尘器好好的把这些碎片吸干净。那个地方小孩常常跑来跑去玩来玩去，所以老公跟我讲说，一定要吸得很干净，最好吸个五遍吧。OK， 好，吸五遍，我就好好的吸，然后把我拿那个袋子，那些碎片袋子，我沿路经过的整个路我都吸了，都吸得干干净净。然后就说，老婆吸完了，她说吸完了，那你有没有自己去踩看看？这女人，老公儿子比较重要吧？然后我就心想，也对了，那难不成叫我老婆去踩嘛，好吧，我就去踩踩看，然后用地毯，然后用脚这样慢慢的去撸每一寸的地，说看里面有没有那个碎片。然后我突然间就有一点点领受到说，哦主啊，原来你走十字架是这个样子，你明明知道会有刺激，明明知道会受伤，明明知道这个会让你痛苦难过，可是你为了爱我们的缘故，好像我为了爱我儿子的缘故，我不要让他去踩到这些东西，我不要让他受伤流血，所以我来吧，爸爸帮你把这些挡掉，爸爸帮你去走这一段路，美不美？
妈妈很大程度的给他补足了，给了他孩子所需要的。但是孩子跟爸爸的关系是不一样的，是很需要故意的去培养，故意的去投资时间跟学习才会有。我觉得当我的孩子生出来的时候，我说哇，为什么老婆可以好像跟他很熟一样？拿在手上，谁啊？这个小孩没有真实感。我老实话，我等到一岁之后，我跟我的儿子啊，那个亲密感才慢慢出来。我那是我花很多时间去才有这样的感觉。可是我觉得很奇怪，那老婆一生出来把他当宝，很累的，然后什么哎，你知道怎样？啊，为了你拼了一切。来，可能是有怀胎十月，可能是有这个母性的本能，或是怎么样？我不知道啊，可能你们这些爸爸们比较有爱心，对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的，我需要调整好多，我才能去爱他。那也有可能，我觉得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，如果没有花时间，没有刻意的去调整，这父亲的形象很容易受损害，很容易遭到。我在想说，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，知道很多的时候，这些父亲会 fail， 会失败。上帝说：“我是你们大家的父，让你们每一个人知道天上有天父爱你。”我自己想的，都没有谁学过去，是吧？你可以参考。那在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啊，叫做《一个好爸爸胜过十个好老师》。然后我把一些重点揭露出来，他说。父亲多陪伴小孩，能提高孩子的智商。啊，也有这样的，你知道陪多陪小孩玩，然后跟他花时间在一起，智商就提高了。哪这么好的事？不用去补习班了，陪他玩。然后讲说，双亲均在，缺乏父爱的家庭的小孩，然后有这个父爱缺乏综合症，有这个症状的小孩，辍学的几率高两倍，犯罪的几率高两倍。然后你跟父亲亲密关系的。小孩成就通常比较高，再来讲，就是他好像是做一个统计啊，就是这些比较很有成就，在学业或在事业上有的，他们大部分跟父亲的关系比较好一点。下一个，对男孩来讲，爸爸是力量、权威、智慧的化身，爸爸的行为潜移默化影响男孩，让这个男孩从爸爸身上学到男性的特质、行为特征。而女孩呢，温柔体贴善解人意，而爸爸的高大伟岸会给女儿带来安全感，是女儿的骄傲，也会成为女儿将来择偶的参照标准。那在这个女孩的这一部分呢、啊，特别有一本书，它叫做《女儿背后的爸爸》。我在读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说啊，我以前一直以为应该是妈妈影响女儿比较深吧，我说不是、啊，原来是爸爸。他说很多在生命中有问题，很多婚姻破碎，很多就没有办法突破很多的障碍啊，自我形象不好啊，自卑等等等等的女性，他追根究底，他发现说，在做一些协谈的时候，发现说是因为从小才被爸爸抛弃，从小他跟父亲的关系不好，从小等等等等，他父亲离开他妈妈，所以他的婚姻永远好不起来。爸爸的存在。是非常奇妙的，我觉得，而当我们失败了，是不是神说他是天父，永远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？而对于我们这些男性，我们也有一个永远可以学习的标杆在那边教我们如何做爸妈，而也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先学，让自己让男人呢、啊、成为一个被父亲所爱的孩子，我才懂得怎么样去爱。下一点，我认为教会就要成为塑造男人的工厂。为什么？因为刚刚讲了那么多，现在这个世界社会在面临男子气概的问题，而唯有耶稣是唯一的救赎，是男子气概重塑的关键。耶稣让所有人可以恢复本来被神创造的柔美形象，让男人恢复男人柔美形象，让女人恢复柔美的形象。那当然是。教会，要来传扬耶稣
才能够让男性有机会回到自己本来的样式，同意吗？要不然还有谁传耶稣的名呢？不就是教会的责任吗？其实没有别的地方教男人做男人，像我刚刚讲，现在学校越来越不要教，当美国这个同性的东西过了之后，厕所都可以男女自己选择去哪里进，怎么教男孩子做一个男孩子，台湾也是一样，那这个只会成为一个更大的风潮，学校真的不用指望，家庭很多的刚刚讲到父亲的失职，父亲的缺席，怎么让这些男孩成长？社会不会教，那还有哪里教？还有哪一个团体、哪一群人这么坚持的讲，男人就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，女人就应该是怎么样，婚姻就应该是一男一女，就是教。我觉得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责任，特别是当这个世界一直在摧毁男性形象的时候。我在我们教会参与年轻人事工也大概有七八年吧。那我在这过程当中看到，很清楚知道这个男孩没有地方去做男人的问题是有多严重，包括我自己。那特别我们移民为主的教会，很多的时候是小孩自己过来这边，十三、十四、十五岁就过来，或者是小孩跟妈妈过来，然后爸爸还在自己国家继续的工作。那十几岁的时候，正是这些男孩子要学习如何做男人的时候，没有人在他身边，没有爸爸在他身边。这爸爸的缺席是一年见个两个礼拜，这要怎么教这些孩子？没有，往往见面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是冲突，连吵架都来不及吵，怎么做学习做男人？没有人引导、鼓励、陪伴他们男子气概如何发展，导致他们不会做男人，导致他们长大也不会做爸爸。下一页，我们看到保罗在今天的经文，他写给提撒罗尼迦的教会叮咛这些信徒。而除了这封书信以外，其实保罗写信给很多的教会，他都是用一个这样为父的心来叮咛他们：你们应该要怎么样做？这样子是不对的，你们应该要如何如何如何。在哥林多前书四章这边，保罗更清楚地讲到：说我写这信不是叫你们羞愧，乃是警戒你们，同志帮我写点好不好？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。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，确实不多，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。那下一页，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，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的儿子，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，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我。我明白的讲，我就是用一个为父的心来爱你们，爱你们这些所有的信徒，我要引导你们，我要带你们到神的心里面。保罗自己作为一个在属灵上父亲的样式，而当中圣经我们看到有提摩太、有提多、有希拉等等等等，跟保罗一起同工的少年人，因着保罗的教导熏陶，成为一个属神的男人。这是一个美好的属灵的关系，属灵的父子的关系。下一页，那这样的属灵父子关系是为重要，让很多来到教会的年轻人，除了在这边听讲到，除了翻圣经，除了从这种很被动的方式学习到，哦，原来属神的男人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以外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可以从身旁这个活生生的典范、活生生的见证，看到说，原来一个属神的男人在遇到试探的时候，是应该要这样这样这样。当他遇到要选择的时候，他怎么样去祷告？当有困难来到的时候，他怎么样靠主？而不是只是书上、圣经上冰冷，而是旁边这个人就活给你看。而这样的影响非常的重要。两张图片，一个是罗宾在学蝙蝠侠，
蝙蝠侠就带着他去打击罪恶，他在旁边不学。另外一个是一个爸爸在除草，他旁边儿子就拿了一个玩具的除草机，有样学样。这个比讲一百遍都来得更快，你直接带着他做。我儿子啊，很好笑，他有的时候呢，就会自己拿一个麦克风，然后站在那个家里的字典上面，就开始。
感谢耶稣，祝福我们的教会，这个弟兄姐妹，祷告靠主。Amen.